计242次，是由厦门开往青岛的高铁列车，运行时间为13小时8分钟，发车时间是7点18分，到站时间是20点03分，全程共2043公里。计242次列车停靠车站有厦门站、厦门北站、晋江站、泉州站、福州站、延平站、建瓯西站、南平市站、上饶站、婺源站、黄山北站、绩溪北站、金德站、南陵站、铜陵北站、无为站、合肥南站、淮南东站、蚌埠南站、衢州东站、曲阜东站、泰安站、济南站、淄博站、潍坊站、青岛北站、青岛站，共27座车站。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铁路沿线的风景和地形地貌。厦门站，厦门北站，晋江站，泉州站，福州站，延平站，建瓯西站，南平市站，上饶站，婺源站，黄山北站，绩溪北站，金德站，南陵站，
北站。无为站。合肥南站。淮南东站。蚌埠南站。衢州东站。衢府东站。泰安站。济南站。淄博站。潍坊站。青岛北站。终点站，青岛站。谢谢观赏，请关注和点赞，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交流。